唐代空前的繁荣展现出了华丽唯美、色彩浓艳的审美气质。而到宋代以后的服饰虽然大多继续沿袭隋唐的服装旧制，但由于程朱理学的影响，服饰审美变得更为简约、朴素、严谨和含蓄。对襟衫、披帛、襦裙，宋代女性的服饰延续了晚唐五代服饰的传统，服饰审美也慢慢倾向于纤柔、细长、典雅。被子是宋朝最具特色的服饰，被子的款式特点是直领对襟，两侧腋下开叉，长度有半身、及膝、过膝、至足等。便利行动、灵活不加束缚的式样让这类服饰十分流行。这是宋代名画《歌乐图》中宫廷乐女身着窄衣修身的被子，长及脚面，造型简约修长，这也成为宋代女性服饰的经典搭配。被子不单单适合女性穿着，在不断演变和发展中，成为不管男女、不分贵贱、不论文武、朝野上下都可穿的一种服饰。在重文抑武的政治背景下发展的人文艺术，对于服饰文化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宋代男性服饰具有非常明显的简朴务实、儒雅及崇尚自然的趋向。文人士大夫最流行的款式有交领长袍和蓝衫，也就是圆领长袍。另外，宋代的文人雅士们也都爱穿一种叫大氅的披风。直领对襟的氅衣内搭交领右衽长袍，超然飘逸之感，体现出僧道文化对于文人士大夫服饰审美的影响。相较前朝唐代，宋代三百多年服装的款式相对拘谨简约，但宋代民生富庶，百工精巧，科技繁荣，文化鼎盛，纺织服装尤其是珠宝首饰的精湛工艺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水平。在宋代宫廷贵族女性佩戴的首饰中，可以看到令人叹为观止的华美和精致。宋代服饰美学具有鲜明的时代审美形态，独特的风韵格调，它既承续于前代，又有属于自己的创新，也给后续明代的服饰美学带来深远的影响。明朝初期，服饰的整体风格还是比较质朴的，之后到了明末清初，中国的纺织服饰手工技艺达到了巅峰，处于世界领先的地位，服饰也逐渐趋向更精致、更华美的风格。这些精湛的织造、印染、刺绣等手工技艺也随着海上丝路的崛起传播到世界的其他地方。我们可以看到，几千年以来的中国服饰呈现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审美气质。汉唐的大气浑厚、雍容华贵，宋和明的优雅简约、温润端正，都是中国传统美学不可或缺的审美取向。中国的服饰美学就是这样丰富多姿、不断变化的。进入清代，中国的宫廷服饰以满族服饰为主，但也深受汉族服饰特征和礼仪的影响。在此之前给大家介绍的汉唐、宋明服饰都是以汉族服饰为主体，直到满清入关之后，由于这是一个中国的少数民族统治的封建王朝，满族服饰在宫廷里尤其是男性服装上成为主流，当然也受汉族服饰文化的影响而有所改良。这些都是清代贵族女性的氅衣，织染绣工艺繁复而细腻。这幅画是雍正时期的十二美人图，它展示的是汉人女性的服饰，
画中的女子一直是未解之谜，应该是雍正的汉族后妃。这十二美人的装扮非常优雅，里面穿着立领的对襟长衫，外面是一个被子。这就是清代的汉族女性延续了明代女性的服装式样。我们还是要反复强调，中华民族服装的灿烂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出来的。我们看到清代汉族女性的服饰还是以上衣下长制为主流，而满族女性原来是没有半身裙子的，穿的都是一衣贯体的袍服。到清末民初，这个装束也是汉族女性的着装方式。裙子是典型的马面裙，上面有各种精美的刺绣，搭配立领大襟的上衣，成为汉族女性在清末明初的时候广泛穿着的式样。八年前，我们跟山东博物馆已经结缘了，在2012年。山东博物馆首次的这个斯文在兹孔府旧藏服饰展的开幕式上，我们的作品就在这次服饰秀上就有展现。那么八年之后呢，大明服饰展的再次开展，我们非常有幸又再一次跟山东博物馆合作。应该说从2012年开始呢，我和我的蜀黑丁香团队一直在专注在中国传统服饰的传承与创新的探索方向。那么我们在古代服饰的这个复原研究上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说从汉唐时期，包括五代、宋代、南北朝时期。那么这次呢，与明代服饰展的这样的一个合作，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的接触到了明代服饰的这个实物，我们也是深感荣幸。我们从2012年开始，其实已经开始在做一些关于中国传统服饰的一些复原研究的工作。那么最早呢，其实是从唐代服饰入手的，也是跟敦煌泥院从壁画上去复原一些唐代服饰。那么那个时候的对古代服饰的复原研究其实是基于平面的。那么直到这次我们跟山东博物馆的明代服饰的这样的一个仿制的这种工作的项目的开展，可以说八年以来在整个传统服饰的这个研究的历程当中，应该说是难度最大，因为它确实是有真实的这个样本摆在你面前，真的是有一个榜样，同时也是一个很难以超越的一个工艺的一个巅峰。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有无数的困难也等着我们去克服。那么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收获了非常非常多宝贵的，无论从传统技艺的这样的一个研究的角度，还是从中国服饰的这种美学的角度，我们都学到了非常非常多。跟明代服饰大展的这次的合作其实有两部分内容组成，一部分呢是在静态展的尾声部分，我们更希望大家看到所谓的明去处，就是当我们对这些传统文化有了一个深入的理解之后，那么未来我们是否能够表达当下中国人的这种文化自信。那么我们也是从去年开始首次发布了第一期的楚河中国色的12的颜色，在中国国际时装周上，通过最近一段时间在明代服饰的这样的一个复原的工作当中，对传统服饰的这种色彩，尤其是真实的来自于明代服饰上面他们的无论是织物的色彩还是绣花线的色彩，都带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灵感以及启发。那么也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对于明代服饰色彩的一个归纳和整理，我们发布了今年的2020年的楚河中国色12色。那么我们也把这12色用在了这一次的这个12件花鸟裙的不同色彩、不同的服饰搭配上。同时，我们在此基础上设计了适于今天生活场景的创新时装。这是我们在知来处、明去处这条设计道路上的一次里程碑式的新探索。